兄弟们睡醒了啊，昨天有点小感冒，身体不舒服，吃点感冒药。早上七八颗，吃上一次。每天早上起床都是 Q 干舌燥的，这个位置。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。2468，刚好八颗。又满血复活了，兄弟。我刚刚快递员打了个电话给我，说你们快递到了，顺丰的，你是苹果手机到了吧？咱们去拿一下，给你们开个箱，兄弟。但是现在没有什么精神，一个小房子不提神是吧？小快乐也给他安排上了，双管齐下。把垃圾带出去扔了啊！这里看到一只小金毛，好像怀孕了。给你们妥了啊，拿到快递了，回去给你们简单的开个箱啊。然后见证奇迹的收到了。还有盒子呢。包装的挺不错的哟。蛮有分量的。然后这个就是今天的主角了。先。兄弟们正面给你们看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成色还不错。唯一的瑕疵就是这里啊，这有一点碎。我开个机看一下吧。开了。简体中文，中国大陆。你们看，这边框确实有点宽呀。你们觉得值不值1500啊？还是值不值？钱都没给别人。别人已经把手机寄来给你了，看来啊，粉丝还是信任我的。面容没问题，再来一次。面容已设置密码。OK， 终于进来了，兄弟们，向上轻扫开。兄弟们到位了啊，还是挺不错的啊，看一下拍照怎么样。最主要是拍照啊，兄弟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做自媒体是吧，肯定要高清啊，所以说才买的苹果手机。老是有人问我，哎呀，你为什么非要买苹果手机？买不行啊，你看哪个做自媒体不是用苹果手机？为什么？因为拍照好，拍视频好，是吧？高清。这个你不得不佩服别人，其实我不喜欢用苹果，但是没办法。听一下音乐怎么样？把这个音乐打开给你们听一下，兄弟们。开到最大。请你不要再迷恋歌，我的只是一个传说，虽然我想不到，可是我还是要说。我不曾寂寞，因为有你曾陪着我。找不到了，是可以的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呢？该说不说的，兄弟们，确实挺不错。麻烦你们以后跟我说话，放一点尊重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再见，谢谢大家。